我就介紹了很多十六蒲和內港的蒲點給大家了。去到2014年最後一天了，當然就要有重頭戲了，澳門十六蒲韓流除夕倒數演唱會就來開 show 了。我要做什麼？當然帶大家去追星了。光明氣韓流當然要有韓星啦，在我身邊的就是韓國男子組合 N-SONIC。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們是 N-SONIC Let's break down。 안녕하세요， N-SONIC 입니다。 안녕하세요。2014年就過去了，我們當然要展望將來了。2015年來了，不知道 N-SONIC 這麼多位成員他們的2015的新年願望是什麼呢？不如問一下你先。네，저의2015년새해소망은저희 N-SONIC 이이제큰단독콘서트를한번열어봤으면하는그런바람이있습니다。네，저희2015년소망은모두들몸건강히멋진활동을할수있는있었음하는게제소망입니다。네，저는올해도팬분들을만날기회가되게많았지만내년에는좀더많이일이생겨가지고더많이만났으면좋겠습니다。N-SONIC 이좀더멋있는퍼포먼스와좋은음악을여러분들께많이선보여드리고싶습니다。2015년에는제가더이상다이어트를하지말았으면하는바람입니다。 네，2015년에제가하고싶은것들을많이했으면좋겠습니다。不知道咧，早一日咧喺个 show 之前咧 ，N-SONIC 咧已经嚟到十六蒲嗰度啦。住咗晚之后咧，唔知佢哋感觉如何咧？네，일단저희팀이어제마커에처음에이렇게처음왔거든요。근데이렇게첫날부터좋은호텔에잘수있다는게너무기분좋았지만일단호텔이너무깨끗했고그리고야경이너무좋게보였던그런점들이있었고요그리고오늘일찍일어나서이렇게조식을먹었는데너무맛있는것같아서많이놀라웠지만또아어제스파요네어제네이렇게다스케줄을끝내고스파를했는데너무깨끗하고좋은것같아요그래서오늘네저희가마카오에서정말맛있는음식을많이먹었는데그중에서도이제새우딤섬그리고셔롱바오그리고에그타르트가가장인상깊었습니다。真的犀利啊！果然系识食啊，拣我哋乐天华嘅点心喎。咁啊，好啦，最后咧，当然要祝佢哋咧，就系今日嘅表演成功啦，同埋祝佢哋新年快乐。不过祝完佢哋新年快乐，希望佢哋都同我哋嘅观众讲翻个韩文版嘅新年快乐。여러분2015년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Hello Jasmine。Hi， 咁我想咧你介绍下自己，我知你新娘喎。我是 Jasmine， 大家好。我是啱啱喺 New York 翻嚟，之前喺 New York 嗰度讀書嘅。咁我喺嗰邊有做 acapella group 啊，有同嗰邊嘅音樂嘅創作人合作，同埋我自己都有寫歌，寫啲 ballad 啊、R&B、dance 嘅曲風咁。希望以後來之後可以俾大家聽。新一年新希望，唔知 Jasmine 你嘅新希望有啲咩咧？我嘅新希望係希望我個 album 可以出俾大家嘅，因為我喺嗰邊作嘅歌大部分都係英文版本，咁所以希望會加翻啲國語啊、中文嘅版本俾呢邊嘅觀眾聽嘅。咁同埋我喺 New York 嗰邊有做戲啦，唱歌同跳舞啦，咁亦都有做 musical 啊，同埋其他 show， 咁希望喺呢邊都可以做多啲或者表現多啲舞台嘅演出俾呢度嘅觀眾。嗯，好啊，咁我哋相信大家都好期待你嘅创作同埋演出噶。新嘅一年祝你咧就系 Happy New Year 之外咧就系最紧要今晚 good show。诶，多谢晒 ，Happy New Year。好啦，非常之开心请到小肥同我倾下偈啊。咁啊，佢咧就系澳门人嚟噶嘛。系啊系啊。所以今次好开心啦，喺澳门度倒数。系啊，咁就佢翻嚟澳门倒数系最开心。咁啊，我记得有一年即系第一年喺香港倒数啊，硬系。即係唔知點樣心掛掛咁樣嘅，咁啊有幾年都飛咗第二度，反親翻嚟澳門倒數最開心啦。咁咪即係啦，咁喺澳門一家人噶嘛，咁倒數完就可以即刻同啲親朋戚友去慶祝下，咁真係最開心翻到。嗯，咁我又想問啦，2015年有咩願望咧？願望啊，哇，真係好多喎！即係
其實有一個就行啲咁講啦，真係希望即係世界和平，即係因為即係啱啱2014年可能都有啲唔開心嘅嘢或者亂嘅嘢啊，即係導致大家都即係好不安咁，希望都即係咩都和平啦咁。而自己咧一啲私底下嘅願望就係、是希望嚟緊身體健康啦，因為即身體唔健康，真係咩都做唔到嘅。咁啊，作為歌手，真係最驚失聲。我想啱啱試過上年年頭一月就成一個月冇聲咧，我擔心到幾驚要轉行跳火圈啊嗰啲。好彩最後有翻聲嘅。咁你真係要保重多啲咯。係啊係啊，身體健康就好重要。咁另外咧就想知道咧，2015年新嘅一年啦，咁你會唔會喺工作上邊有啲大計去透露一下咧？有的有的，咁一啱啱2014年就舉行了我首次個人演唱會啦，香港紅館。咁啊嚟緊就會可能一即係啱啱去年就集中翻演唱會同音樂咯。嚟緊2015年會多翻啲喺電影或者拍攝咧啲影視嘅工作方多翻，因為上年推咗好多啦，因為真係越專心嘅演唱會。咁啊嚟緊2015會拍多啲唔同嘅戲啦。咁亦都會接一啲即係大家見慣見熟嘅角色以外嘅角色咧，即係可能平時見親我小肥一定係嘻嘻哈哈大癲大廢，咁其實開始有導演發覺原來小肥都有感性嘅一面嘅，咁開始揾即係會做一啲唔同嘅角色啦，都同埋係一啲新歌新專輯，我諗都走唔甩嘅，都係我2015年嘅一啲目標，我諗會多翻自己嘅創作啦。哇！咁你嘅2015年應該會係相當精彩喎。係啊，希望全部都實現啊！真係好忙、好精彩、好充實咁。咁最緊要就係希望你今晚 good show good show。多謝多謝多謝！新年快樂！新年快樂！哇！非常之開心啦！咁啊，喺我身邊嘅咧就係香港巨星幫陳慧敏 Vivian。Hello，Hello。哇！即係澳門人啦，咁啊翻到嚟澳門呢邊度倒數，咁應該好開心嘅。係啊，特別其實我自己就第一次嚟節目部呢度做除夕嘅，而且因為我自己平時都會同好多朋友咧去 MJ Cafe 啊，即係都會成日嚟十六鋪，同埋其實喺十六鋪呢個台嗰度咧見過好多巨星啊，即係 Coco 啊，即係有我好中意方大同啊，即係同埋亦都係自己嚟過十六鋪倒數嘅，咁又見過好多而家嘅同事啦、奇人嘅歌手啦咁樣，咁輾轉咁多年，即係冇咁多年啦，幾年嘅時間咧，咁自己又以一個歌手嘅身份喺呢個台上面，其實好榮幸，同埋其實好夢幻啊！呢件事係咯，好開心，咁亦都希望今日會大家玩得好開心啦。最重要呢樣嘢，咁我想問下啦，咁啊嚟緊2015年啦，咁你嘅新年願望係咩啲？新年願望其實最希望咧就係屋企人同埋我自己身邊所有嘅朋友都身體健康，呢個最緊要，同埋開開心心咯。咁自己其實有一個小小嘅願望，都希望2015年可以實現，就係我希望有一個自己嘅大型啲嘅音樂會或者演唱會啦，係啊，因為都嚟緊下一年會有出專輯啦，咁希望都可以將更加多嘅音樂可以喺現場送俾大家。我相信你嘅 fans 一定好期待啦。咁啊，嚟緊2015年咧，要大展拳腳，有啲咩嘅計劃咁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實就啱啱透露咗啦，就係我會推出我嘅第二隻嘅 EP。咁今次呢隻專輯好特別嘅，係有好多咧都係我自己嘅創作，咁亦都有好多係澳門嘅，即係除咗我自己創作，亦都有兩首係澳門嘅創作品嚟嘅，基本上。好多%都是很屬於澳門的一份音樂的結晶品，所以都很希望可以在澳門啦或者其他地方啦發布，也都希望大家會喜歡澳門人做的音樂咯。創作特別是原創作，我相信大家都很支持的。是啊，希望就可以這隻碟的推出都令到大家會更加支持我的創作和澳門人的創作咯。我們一定會很支持你今晚的演出。好啦，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今晚的澳門十六鋪韓流除夕倒數演唱會開 show 之前，有一班非常醒目的 fans 已經很早來到現場霸頭位啦。Hello! 果然真的厲害，他們已經手上揸了他們自製的
宣傳嘢，咁啊好犀利啦，齊曬所有隊員啦 ，Ansonic 嘅頭像啦，哇呢、這個仲犀利，有埋簽名添。咁果然係 die hard fans， 我知道你哋都應該有啲説話想同 Ansonic 講嘅係咪咧？係。咁啊 ，to the Ansonic 我巴魯，我一支馬車哦。哇！咁我相信咧 ，Ansonic 咧應該都會記住你哋班澳門 fans 嘅。有奖问答游戏嘅时间，今集嘅问题系问：澳门十六号韩流除夕倒数演唱会中，有边对韩国男子组合作为表演嘉宾呢？答中而被抽中嘅幸运儿，将会獲得价值300蚊澳门币嘅乐天华礼券。识答嘅朋友就快啲去到以下呢个网址度踊跃参加啦！各位观众朋友注意啦，全新一辑《澳门十六号点二》将会喺2月16号推出，我哋将会为你介绍更多嘅澳门必食食店。好玩景点、节日盛事同埋巡游等精彩活动，一齐密切留意啦！